歡迎收看東張西望，看猛料之前先看車 cam 看猛片。我們看到這位的士哥哥駕駕車突然間人有三急，於是落車解決，但是他一走開前面的的士突然間褪後，一名黑色衣服的男子就落車走到他的車道做甚麼呢？原來他一走到來就將事主旁邊的車窗打爛，一手就拿走了背囊，然後施施然走人。聽說那個袋裡面有成2500元現金，說這一轉交水費代價認真貴，不過說到損失慘重，還有這班租戶。兩個月前一場黑雨沖毀了很多建設，搞到很多地方水浸，事隔這麼久你以為什麼都搞定了，那你就錯了。這裡是鰂魚涌的東匯坊，黑雨當日商場水浸非常嚴重，沖壞了不少商鋪，其中一個商戶黃小姐跟我們投訴，事隔兩個月商場都未有恢復原狀。到現在今天呢，電梯扶手電梯一條可以開到，第二條都未得嘅。咁商場入面的樣貌咧未恢復之前咁嘅。大家可以看到出面都全部用啲紅白藍啲帆布遮住啦。咁根本就冇一個正常商場嘅樣貌啦。我哋後面嗰道門咧都已經係嗰個玻璃門係即係爛咗嘅，但係都未有整過咯。係啦，都係 block 咗嘅。我哋做飲食業一定要符合到衞生標準噶嘛。咁幫板都有落嚟望過下，咁佢都知道我哋未開，所以就即係可能冇咁擔心啦。咁我相信開咗之後，嗰個衞生要求都要跟翻標準先得咯。受影響嘅商户以食肆最為嚴重，商場衞生搞唔好，家私器材又要買過曬，而且免租期由水浸後計起只係得20日，完全唔夠商户還原店鋪。免租期間，除了商户本人之外，其他人都不入得，即是裝修不到了，免租期有就等於沒有。同樣是租戶的伍先生就覺得業主方面似乎不是很想談，經常要書面通知，結果都很失望，當然說不談，說他們的商場業主都很大損失，這樣答我們。善後的工作太差了，我就主要就是賠償都另一件事了，起碼你都跟商户了解一下，完全是沒有，直情越聯絡不到。由第一天開始，我們都想找業主出來經，大家希望搞回好件事，但是沒有，是他們不會做咯，我感覺就。就著事件，我們聯絡過相關的租務人士。即係我覺得我哋都有做曬嘢嘅，管理公司幫我哋清垃圾，包括關日本菜抌曬嘢出嚟，我哋幫佢哋淨淨話，喂呢啲嘢大家做生意要買保險，你唔好將我集俾曬業主啦，係咪先？唔係，但係佢哋要求嘅嘢你都未回覆到。先生，電話度我唔答得你啊，好嘛？有咩你書俾你，俾我哋，我哋業主睇點樣答你哋啦，好嘛？於是我哋去信商場經理查詢，但係喺截稿之前都未有回覆。由發生黑雨發生到而家，我哋都未有同業主直接對話過啦。我哋希望可以嘗試直接聯絡到業主。超級大暴雨遺留落嚟嘅問題周圍都係。粉嶺簡頭村環境清幽，隔離仲有一條河，居民一向住得舒適。不過暴雨之後就危機四伏啦。我哋每日都要踩住個設施踎，要好小心咁行過咯，驚個設施踎介到你個腳咯。你行過你都要踩正啲、踩穩啲先好行啊！而我唔係真係踩，即係會彈起㗎。佢會啲老人家咧驚啲小朋友受傷啊，扎住個雨同個設施踎向反上彈翻轉頭。有人仲因為咁而整親添。我之前朋友嚟玩，要跨過去嗰陣時咧，石頭就會整親你只腳咯。咁樣冧咗就好少人行依邊咯。平時行嘅話咧，咁樣窄咗條路就窄咗好多啦。咁你咪過嚟嗰陣時好唔方便咯。除咗呢個鐵欄，入村必經之路嘅圍欄都冧曬。雖然河邊嘅雜草都有相關嘅部門嚟清過一次，而有關部門亦都承諾會喺10月底之前修復鐵絲網，不過到今日仍然冇人處理。行入啲咧，連踩到咧嗰啲壞河欄咧係瞓地下噶。之前條柱咧係向住路噶，哇，行人路行過咧就要打側身行噶。如果唔係就做埋條柱噶啦。我咪打個渠務柱先啦，因為條渠啊嘛。係。咁渠務柱就又話唔係喎，咁我哋又打去嗰個民政事務處啦。民政事務處就話我會幫你哋問下先，諮詢下先，究竟係邊一回事啦。跟住民政事務處就話可能關地政事喎。但地政事又話唔關佢哋事喎。咁我就想問啦，咁究竟關邊個事啊？
嗱，剛才報道啊，東匯芳水浸善後問題，我哋收到咧就有客户服務處嘅回覆啊，就話喺免租期內啊，只准租户本人進入啊，係與事實不符嘅。至於重新考慮免租期同埋安排租户同業主開會嘅問題咧，佢哋已經轉介咗俾業主考慮，等緊回覆咁話喎。見業主就要等，不過見神可以即刻見到，係 Eason 啊！我哋而家就喺澳門呢度啦，今日 Eason 咧就會喺呢一度舉辦佢嘅新碟發布會啦。現場咧嚟咗好多中港台嘅記者，你睇下場面幾盛大！陳生係嘛？我姓梁。估唔到新歌 MV 俾咗個驚喜大家，請到偉仔出演，唔知道揾影帝拍 MV 有冇遇上咩困難呢？其實係佢好爽快，佢好爽快就答應。係啊，即係佢，我諗一諗嘅就喺個電話度，跟住就係佢即刻講嘅。我嚇 ，what？ 即反而我即刻，你係咪要考慮清楚？原來除了偉仔之外 ，Eason 仲揾過兩位巨星參與今次嘅 MV 演出嘅噃。本來管理員嘅角色咧，我揾咗張學友嘅，而佢係應承咗嘅。係啊，阿飛宇阿基係咪好似係？學友就因為檔期唔得，於是佢哋就越諗越大。不如揾發哥。咁咯。咁佢自己親自打俾我，咁佢話下次啦，有機會好好喎，冇所謂。我其實我問完，我已經覺得好開心。香港人在北京越播越熱，呢一晚一班演員都聚埋一齊，邊睇劇邊慶祝啊！除幕嚟啊！見到 Helen 逼蘇菲除衫一幕，大家都不禁。今晚就是劇集大結局了，很多問題都未解決，究竟 Funny、阿 Lay 和淼淼會搞成怎樣呢？ Kelly， 怎樣啊？你是不是真的去非洲啊？很想去，但是…但是有我在這裡，你是不是不捨得去啊？但是我作為女人都知道，一定是選高富帥，不是選這個啊。不是，其實你喜歡阿 Lay 什麼？你因為人渣。我很記得今晚這一集呢，我都是哭爆的，都是。是啊，是啊，但是最後那個都是開心的，是啊。開心？你抱著他好甜笑啊。你是不是真的喜歡人啫？你認不認啫？認，咁同我希望即係呢個過程入邊咧，即係阿 Lay 要認清楚真正邊一個係佢最身邊嘅人。做咩事啊？最好嘅，你辜負埋我嘅感情啊！喵喵喵，你有冇嘢要講？唉，冇啦，我又喊埋啊，因為呢條人渣真係。你錫咗啦。至於蘇菲介入徐港人同埋 Helen 嘅婚姻，做老婆嘅又會點抉擇呢？佢哋嗰 part 啦，因為我開始今晚要開展我自己事業啦，我嘅參加比賽啦。我哋競爭對手嚟嘅，係啊，又爭啦，又爭啦。你覺得你爭得贏我咩？坤哥，你咪真係最終都得唔到大專員嘅心咧？我其實鑽石戒指已經係佢 reject 我啊！唔係，就估唔到個劇情可以扭轉到咁樣樣。記得佢哋最後嗰唱歌比賽係著得好靚，同埋好感人咯。佢哋嗰首歌令到下面觀眾全部喊曬，所以一定要聽。一定要聽，最緊要就係留意今晚嘅大結局係咪啊？冇錯。唔係啊，最緊要係開香港人再東京啊！旅遊節目，旅遊節目，香港人去西京好唔好？哇！無論如何都要留意今晚9:30，香港人在北京。翻嚟東張西望啊！馬路上面瘋狂嘅事日日都有㗎。我哋而家又睇下另外一條車 cam 猛片啦。我哋見到咧片段之中紅燈已經亮起，但呢個泥頭車一樣照衝啊！呢個時候黑色私家車已經轉緊出嚟，差啲撞㗎啦！千鈞一發之間，泥頭車突然扭過右邊，直衝向對頭線，最後仲隱約見到呢架泥頭車喺逆線慢慢掉頭啊！有人就話啦，路面上求其乸西嘅司機一個都嫌多啊！至於以下嘅事主，佢嘅腰骨同埋荷包竟然出現十級痛楚。美容院皮隆轟炸，無間斷咁 sell 你買療程，呢啲伎倆係人都知啦。嚇！腰骨痛都俾人 sell 咗，買成30萬美容療程。嚇！
年青空姐都中伏，點解啊？其實呢筆錢係我嘅全部嚟㗎，即係其實係我一路以嚟好辛苦嘅積蓄咯，好無助，因為其實去到呢一刻我都唔敢同即係屋企人講話發生咗呢件事，即係好驚佢哋會擔心啊。今年30多歲任職空姐嘅楊小姐，因為工作關係搞到腰痛纏身，咁啱碌到 IG 見到觀塘一座商廈有一間提供中醫正骨復位療程嘅鋪頭，仲有 KOL 代言，以為一試無妨，點知一試就連儲嚟買樓嘅首期都冇埋啊！嗱，呢一間鋪頭原來係由中醫同埋美容合併嘅美容院，睇翻佢哋嘅 Facebook po 先啊，就見到有唔少苦主留言，哇！呢度好多人都俾佢打劫啊，投訴永遠都冇人理。喺你除曬衫按摩嘅時候入嚟 sell， 佢哋最自豪就係碌咗人哋成層樓嘅首期出嚟。咁楊小姐嘅首期又係點樣俾人碌咗出嚟嘅咧？明明佢第一次俾咗37,000，開始做正骨療程都冇事噶。第一次上去的時候，其實佢所有 sell 啊嗰啲過程，全部都喺一間房仔嗰度同我講嘅，咁都有俾到價目表啊，剩嗰樣嘢俾我睇翻，咁所以我當其時都即係放低咗戒心咯，先至會去第二次咯。第二次上到去，職員就話喺做復位療程之前，最好配合埋按摩，仲可以即場試做。咁大家估到噶啦，做做下就有個女經理衝入嚟咯。妹妹，你覺得做成點啊？舒唔舒服啊？各樣嘢咁樣啦。當其時我係上半身冇著衫啦，淨係得條毛巾包住自己嘅，跟住趴咗喺嗰張按摩床。我當下都覺得好突然嘅，因為我自己都冇諗過做做下療程期間咁赤裸嘅狀態之後，會突然間有人入嚟。不停重複、重複又重複咁 sell 咗個80次合局160,000嘅按摩療程。佢係不停咁樣重複又重複一大堆數字咯。其實呢個 plan 真係好抵，其實你究竟識唔識計數㗎？真係好抵，係不停咁樣重複咯。講到打個5折就即係80,000啦，但楊小姐都不為所動嘅。嗱，經理於是打出第二招温情牌。其實佢都係自己一個人揾錢好辛苦㗎，佢都仲要供個女讀書。你覺得佢做得好，你咪支持下佢咯。你買80次，其實我都冇嘢好 sell 你㗎啦，你咩都夠㗎啦。我同你勾到至尾，你買咗之後我就唔 sell 你㗎啦。咁樣我再 sell 你，我就甩頭髮。咁我心諗即係咁，你都講到咁樣，我都勉為其難就同佢哋話好啦。咁我簽啦。咁但你真係唔好再 sell 我咁樣，就咁齋俾佢哋 sell 都可能講緊差唔多2-3個。之后杨小姐就被他们带到去另一间有闭路电视全程拍摄的房间入面签单，证明她是自愿的，签完单之后还敢做。我会好好对你的啦，跟住又请我食糖啊，食饼干啊，完全是没有那种很压迫的感觉咁样咯，营造到。唔签都签咗啦，杨小姐之后继续上去做第三次的疗程啦。阿以为会再 sell 啊，点知又有新的疗程咧，俾你免费试做啊。去到一間好入盡頭嘅嗰間房嚟嘅，一瞓低又嚟過咯。sell 我係美容針嚟嘅，叫我試一下先。咁跟住咧，搽咗啲泡泡喺我塊面度啦。隨即大規模嘅疲勞轟炸又再展開啦。嗱，經理力 sell 佢買一個價值140,000，同腰痛完全冇關係嘅美容針療程。佢係開住盞大白燈照住我塊面，然之後同我講話啊，你有啲咩要改善啊咁樣，即係覺得你又好有需要咁樣，即係成個過程之中我都係有不停咁樣同佢哋講話，我真係唔想買，我覺得唔需要。佢哋當然就係冇理我啦。好快突然間即係就有兩個人衝入嚟咯，教我點樣用轉數快啊，要 set 限額啊，如果唔係過唔到數啊各樣嘢。當其時其實我淨係著住件浴袍啦，好冇安全感咯，好似突然間俾人哋入侵咁樣，好困獸鬥，好無助，即係感覺上就係個無力感好重咯。就係咁，佢又簽咗140,000，換嚟嘅只係呢種感覺。俾咗錢啦，算咗之後，世界就寧靜咗啦。原來140,000只係買到片刻嘅寧靜嘅啫。佢等緊簽單嘅時候，食極都唔夠嘅經理又再次狂 sell 楊小姐俾多38,000張呢個 plan 升級啊！用呢一部靚機做夠100次療程喎。
我直頭同佢講話，其實14萬真係底線嚟㗎啦，我真係唔想再買。個經理出咗去之後咧，又換咗兩個嗰個美容師同埋嗰個接待員啦，又係不停係咁重複又重複所有嘢。佢哋都 sell 咗我差唔多4-5個鐘啦。今次我唔想再聽落去啦，好似係俾錢買寧靜咁樣咯。最後都過咗38,000俾佢啦。就係咁，楊小姐買咗成30,000嘅療程，喂，點解一次又一次又一次都會就範嘅呢？購買的那位人士可能在當時覺得一個很脆弱很尷尬的狀態，或者他很擔心，可能擔心自己即已經給了錢，部分的一些的貨物可能會被作廢的等等的狀態底下，其實都會令到那個當事人的個心理壓力變得很龐大，因而呢會傾向容易受到其他人的一些的指導去簡化了決策過程，而簽了一 些付款。做空姐要四圍飛，30,000買幾百次的療程，喂，怎麼用得完啊？職員說使用期可以延長的，那就急急腳叫他簽啦。怎知事後一看，他就是合約那裡寫明一年之內要用完，根本上不可能的，他們又說幫你 extend 啦，但是他們條款那裡其中有一條又跟你說，其實所有東西都是會跟回合約聲明這樣去說，即無論即是職員跟你口頭承諾什麼，其實都不會是算數，都是會作廢。那究竟其實我應該順便養好呢？條款說得很清楚呢，他如果簽了這個條款，同意了這個條款，就是會取締了所有口頭的協約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要不就沒有簽，你簽了就會受到這個條款約束著。幸好合約上有最少7日的冷靜期條款，楊小姐趁第三張單未過冷靜期就上去要求退款，但是美容院只是說交給寫字樓決定，她再在限期前寄出掛號信要求取消合約，但是都沒有回音，她唯有找消委會。第一次跟消委會說的時候就說全部都不會退，那些過程沒有問題，現在最近回覆就是說他們願意去第二張單，但就話嗰度咁啱 CCTV 壞咗，就睇唔到，但就唔肯退翻第一同第三張單。點解美容院反而肯退翻第二張單呢？嗱，睇翻佢哋回覆消委會嘅資料先嚇，可能係同楊小姐當日逗留美容院嘅時間有關啦。退嗰份咧，即係第二份嗰個合約嗰度咧，個時間係幾個鐘頭，差唔多有4-5個鐘頭。正正就係啦，而家嗰個投訴者咧，佢就話啦，喺嗰段時間入邊咧，嗰啲職員係不斷咁疲勞轟炸啊嘛，咁所以睇翻個時間，又睇翻相關客觀環境咧，真係有可能疲勞轟炸噶嘛，所以喺咁嘅基礎底下咧，我相信嗰間公司咧，為咗自保咧，退翻咪就係息事寧人咯。不過第三張金額最大嘅單，楊小姐明明喺7日冷靜期內要求退款，點解又唔肯退咧？嗱，我哋就陪事主再上美容院查詢。我哋所有都係交翻俾寫字樓去負責噶啦，我哋店鋪就唔會作出任何跟進，由寫字樓去同你哋去傾噶啦，都係交翻曬俾寫字樓去幫你負責嘅。咁你要同翻我哋嗰邊寫字樓幫你傾咯。哇！負責人成部錄音機咁嘅，咁我哋點樣先聯絡到你哋嗰個寫字樓呢？嗱，我哋就嘗試打俾不同嘅分店啊，睇下問唔問到佢哋寫字樓嘅電話咧。我哋呢度都冇嗰個電話嘅，都係擺 email 上唔落嘅，因為連自己鋪頭都打唔到電話俾寫字樓。哇！咁如果對方一直冇回覆，楊小姐仲有冇方法可以追討呢？其中我睇到兩項係可以咧攞出嚟咧，係俾法庭去考慮嘅。如果唔係好倉促嘅情況底下，個職員應該係跟翻呢個合約嗰個格式。逐項咧叫佢講解俾佢聽，不特止喺適當地方亦都要簽名作實噶嘛。但係喺依度突然間空咗、空白咗喺度，咁即係證明咧嗰位職員咧冇解過依個部分啦。第二項咧就係有一棟地方咧就要俾分嘅，就評分咧就嗰個職員或者嗰間公司所有嘅職員啦，佢個服務態度係點嘅？而家連剔格仔都冇，咁即係話咧好明顯嗰位職員咧當時亦都係遺忘咗依部分。即使嗰個條款係簽咗對佢不利嘅咧，有可能法庭咧都會係推翻呢個合約嘅可受接受性嘅。無論結果係點，今次嘅經歷已經為楊小姐帶嚟深刻嘅烙印。經過呢件事之後，心理壓力好大啦。突然間講緊係短短3個禮拜就冇曬啲錢，真係好恐怖咯！冇諗過佢哋一次又一次係咁樣，好似真係當你係提款機咁樣撳咯。要避免中伏，原來最重要係靠自己。第一步咧就係我哋叫 step back 啊，我哋退後一步。咁如
果係真係覺得啊，好似受到一啲壓力，所以我先買咧，咁就必須要提醒自己，我哋有權利去拒絕呢啲嘅消費嘅，亦都可以要求離開。我相信我唔係第一個，亦都唔會係最後一個去面對呢一啲或者遭遇呢啲不良銷售手法嘅人。咁我希望嗰啲好似我咁細膽或者係咁臨線嘅消費者明白，即係遇到同樣情景嘅時候，要學識好好咁樣保護自己，唔好為曲求全，要明白當下嘅妥協換嚟嘅只係更加大嘅遺憾同埋後悔咯。呢排夜晚都開始涼涼地啦，食完飯之後出去散下步，吹下海風都幾舒服啊！係咁啊，啱啦！咁日開始咧，卑路炸灣海濱長廊有一個以寵物為主題嘅夜市啊！至於嚟緊灣仔咧，更加有一個叫做體驗夜間直立板瑜伽啊！哇，好犀利啊！俾個機會你講多次啊，不如就係體驗夜間直立板瑜伽，學陳浩話齋，幫朕 check 下點樣將幾樣嘢合埋一齊，一語咁話啦。好，拜拜。尖東海旁唔止吸引靚女影靚景，仲吸引多位叔叔長短貨包圍影靚女啊！呢個啊，幾張靚女啊，係啊，呢張白色粉紅色啊嘛。問都唔問就咁影靚女喎，唔舒服咯，我不喜歡。留意東張西望，尖沙咀阿叔圍攻影靚女。